大家好，我是小芳，我今年19岁，我是大学生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986018016，我来自河内，我家有4口人，是爸爸、妈妈、弟弟，和我。我爸爸今年50岁，他是农民。我妈妈今年40岁，他要是农民。我弟弟今年16岁，他是学生，认识你们，我很高兴，谢谢大家。